醒的一天之内，天就像塌下来一样。昨天我还鲜衣怒马，外人簇拥，今天就落得个孤家寡人。我就这么被人嫌弃吗？当然不是。以为张教主要失约呢，对朋友的承诺我从不反悔。这么说你把我当成朋友了？我答应过你三件事，如今该完成第二件。我想要赵姑娘前往极北之地见我义父，只要她老人家答应了，我便把屠龙刀借予你。金毛狮王在极北之地，是我长大的地方，我娘命他为冰火岛。谢你言而有信。陪我出去走走吧。江湖上的暗号，峨眉派。你怎么知道？六大派围攻光明顶前后，我花了3年派人查清了各门派的暗号、暗哨、求救声。要不要去看看峨眉派在干什么？也许你的周姑娘也在。希望你在天有灵，可以帮助弟子杀了张无忌，为你报仇。师姐，师父是被玄冥二老所害，与张教主无关。我早就知道你跟张无忌有私情。丁师姐，你不要含血喷人，我自问清白，并未与任何男子有私情，不然师父也不会把掌门之位传于我。想拿掌门二字来压我，我可不承认。芷若的确是本派最年轻的弟子，论德望武功是不够格当着掌门，但师父立言重责，我不得有负师父嘱托。想当本派掌门，必须武功才智都是众姐妹之首，你起码要先打得过我，你才有资格当掌门。看
看来这个丁敏君很有把握赢你的周姑娘。周姑娘糟了，叫我一声好姐姐，我来帮你救她。玄冥二老已死，那个头陀也是冥教的卧底，现在他身边已没有高手了。道长，现身吧！拳都不敢一接，除了这个，我没勾到他。赵敏，你想怎样？我奉命追杀六大派余孽，道长，一个不留。其实我也可以不把峨眉派全杀了，你们现在谁是掌门？给我站出来！家师生前已经把掌门铁指环传位于我。那好，这是七重七花丸，周掌门吞了它，我就放走你的童命。不过，你会被毒虫噬咬内脏七日七夜才会死去。怎么样？芷若，不要吃！我峨眉派可以输了武功，断不能输了骨气。可以放他们走了吧？你自己小心。行了，掌门人，我为什么在船上？你要带我去哪儿？周姑娘，昨夜巧遇你被同门欺凌，但我若是出手会加深误会，就请了赵姑娘骗走了你的师姐们。你吃的不是毒药，是迷药。我们现在是要去哪儿呢？万里之外，去接我义父。你若是不愿同行，前路会有回航船，可以拜托他们送你回去。我现在也无处可去，就陪你走这一遭。昌教主，你这一行三美相伴，艳福不浅呢。你就别笑话我了。原来找谢大侠借屠龙刀是给赵姑娘一看，但是这两大神器到了她手上，就不怕制服不了她了吗？你是不手持倚天剑，我仍有赢他的把握。赵姑娘虽机智过人，但武功逊于领事，不用担心。有你在，我什么都不担心。地方怎么了？好像是野兽的声音。不，
是义父的侍候宫，难道敌人来了？是谁？我义父在哪里？他们是名将西方总坛的风云三使，辉月使、流云使、妙风使。至于你的义父嘛，他打不过，所以躲了起来。他刚刚还用了狮子。哼哼，如若不是因为这一招的话，估计你义父逃都逃不掉。你又是谁？四大护教之首，紫白金青，紫山龙王。我是现任明教教主张无忌。紫山龙王，还不向教主行礼？哼！我本乃总教护教圣人，现已回归总教，无需向中土明教教主行礼。是中土明教失去多年的三个圣火令，由天外奇经所铸，坚硬无比。圣火令，我圣火令本就是中土之物，这把我收了。小昭，公子，对不起，我不能不听娘的话。本教失落乾坤大挪移心法已经多年，所以我才派小昭潜入光明顶，
只是为了把乾坤大挪移心法给带回来。可是没有想到，小昭带回来的只是凌天碎刺。张教主，如若你能没出乾坤大挪移心法给我，我便可以放你们和谢逊一条生路。现在总教十二位宝术王已经知道你们手上有倚天剑和屠龙刀了，他们希望你们一并献上。十二宝术王是什么人？如今总教没有圣女教主，所有教务由十二位宝术王集体决定。不能给。张无忌恕难从命。你们几位的武功就算再高强，那也抵不过我船上的火炮。本宫给你一天时间考虑，你想清楚。小张，我们走。走。不知道谢大侠现在在哪里？我知道。哎，先别进去，我怕一步把所有人都当敌人，他的兽功威力无比。滚！义父，是我，我把他们打跑了。叫一声世子后给我听。是否无忌？义父，义父，无忌，我的无忌。无忌，你现在是教主了，义父我应该向你行个礼。哎，义父，哎，你坐下，来，先坐。在这里我们是父子，等回了光明顶见了大伙儿再行你不迟。紫山龙王他的女儿一定是当年他和银叶先生所生的。小昭就是龙王派上光明顶的卧底，是小昭翻译乾坤大挪移的内容给我听，我相信他记得整套心法，只是没有把完整版本交给他娘。小昭为什么要拿走屠龙刀？我不知道。我觉得他会回来。为什么？我是女人，我当然知道一个女人如果用这么狂热的眼神望向一个男人，是对这个男人有多沉迷。每次我见到他在你身后都是用这种眼神看着你，他一定不会出卖你。Thank you.
进不开。新月的打穴手法和中原不一样。交给我，你先去解开小昭的穴道。小昭，公子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你没有受伤就好。没事了。那之后我们怎么办呢？为师破他们的武功，他们打不过我的。谢大侠，无忌要得到你的同意才可以把屠龙刀借我一看，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福分呢？借给你干什么？这百年来你跟灭绝是拥有屠龙刀和倚天剑最久的人，很明显你们都没有参透其中的秘密。我想是不是该把屠龙刀和倚天剑放在一起，才更容易找到其中的奥妙呢？哈哈哈哈哈！佩服，佩服！我抱着这屠龙刀几十年了，怎么没有想到找倚天剑来和他一起研究呢？你把倚天剑也借给我一个时辰。一言为定。一点损耗都没有，刀也是一样。到底秘密在哪里？多想几天，我就不信想不出来。小昭，你过来。能听懂吗？怎么了？
娘让我们投降，不然明天早上他就自焚殉葬。他为什么要自焚？这是教规所定，自身龙王卡利斯是护教圣女，如果是真脱教，按教规就是被生活活活烧死的死罪。公子，我们可以去救我的娘吗？我陪你去。我跟小昭先上战船，你带着依附的周姑娘，保护好屠龙刀跟倚天剑。我陪你一起去。有你陪着依附，我才安心。那你万事小心。嗯，小昭。娘，我已经想清楚了。小昭，公子，没事了。为什么？张教授，稍后我就会和小昭把这件事情和你解释清楚。已经是明教总坛的护教圣女，圣女只能由三大家族的女儿承担，但这一代有瘟疫，人丁单薄，原来适合做圣女只有我。我现在已经代替了我的母亲，成为总教的教主。你这么做是为了我成为教主，我的母亲就不用再自焚赎罪了。我能背出乾坤大挪移心法，十二宝树王也不会多说什么。只是我要永远留在这里，再也不能回去。你真的心甘情愿去当这圣女吗？我给你们准备了船，还有粮食，送你们回归中土。你回去之后就真的不能再回来了？回去之后，圣女一生守贞，不能和任何男子接触，也永远永远不能离开祖坛。公子你好，我们以后都不能再见面了。如果你不愿意，没人可以逼你回西方。不，我愿意，只要是能为了你好，我做什么都愿意，哪怕让我一辈子不能跟你见面，哪怕我们永远东西相隔，我也心甘情愿。
要招走，还有赵姑娘。赵姑娘那么聪明，有她在你身边，就不会有人敢害你了。还有周姑娘，周姑娘那么善良体贴，你跟她在一起，你一定会很开心的。小昭，小昭在西方，会日日夜夜的向大神祈求，祈求你一生平安。芷若怎么样了？他已经好多了，只是昏睡。小昭给我们备了粮食和船夫，明天我们就回中土。他们还给我们留了不少好吃的，有西方的美酒，来喝一杯吧。好，我还没跟义父喝过酒。今晚当胡一大白。好。来，再来，义父，来。周姑娘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赵明在酒里下了药，你们都喝倒下了，我害怕了，他陷害你和义父，就一直装作昏迷不醒，后来他把我们带到小船上，我看见赵明手拿屠龙刀和倚天剑，他一定是要带我们回朝廷领功，便趁他不备跳入水中，顺着水流飘到这儿。那他为什么把我留下？可能他想用义父要挟你什么吧。我真不敢相信他。你现在感觉好点了吗？好多了。
忌哥哥能这样靠着你，我就什么都不怕了。天下之大，我只剩你一个亲人，跟你来这冰火岛，我就有种奇怪的感觉。我始终会是你的张无忌和周芷若坐了小昭留下的小船回到光明顶。教主，教主，各位，此去冰火岛便胜额请，我先把芷若姑娘安顿好，再跟大家细数。是。休息，我有事想跟你说。我们婚事啊，当然尽快去办。不是这件事。那是。我师父把掌门铁指环传给我之时，他传授了两门只有峨眉派掌门才能学的绝艺。我练了几日，发现，除非有极厚的内力，否则，就算练上二十几年都不能成。无忌哥哥，不知道你的九阳神功能不能助我练功？当然可以。你对我真好。我对你好是应该的。待会儿我就给你输送内力，看七天之内能否助你打通任督二脉。待我练成武功，我陪你一起去救回义父，夺回倚天剑，屠龙岛。有脸出来？我现在自成一派，六大派还有谁敢看不起我？我就让你瞧瞧我的厉害。
郡主，你果然猜得没错。今日是碧教教主和峨眉掌门大喜之日，赵姑娘光临道贺，就是我们的客人。各位，请给几分薄面，不要对赵姑娘无礼。赵姑娘，请上座观礼。我有几句话要跟张教主说，说吧便走。有什么话要说，请行礼之后再说。行礼之后就已经晚了。赵姑娘请自重。张无忌，别忘了你答应过我的三件事。第一件事，在武当山上我不许你用之前学过的武功。第二件事，我要借你的屠龙刀一看。第三件事，便是今日我不许你跟周芷若成亲。我答应你的三件事，必须不违背侠义之道。今日我若不成亲，便已违背了义字。你若娶她，才真的是不孝不义。你知道你的义父现在在哪儿吗？我义父在哪里？你要是留下来成亲，就再也见不到你的义父。且慢。我跟你走。为了这个妖女，竟要与我悔婚。芷若，有些事我必须搞明白，请你原谅我。我一定回来向你请罪。今日你若走了，就休再回来。Thank you.
这五个指印是跟宋青书伤口一样的。你怎么会知道？我马不停蹄连夜赶去了武当，于二侠让我看宋青书的尸体，他头颅上有五个洞。他们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周姑娘她的武功会进步得如此之快。她说是灭绝死前传授她峨眉绝学，但需要深厚内力助她修炼，我便帮她打通任督二脉。真好听。我也觉得有点奇怪，宋青书怎么就上了峨眉？他本来就是被安排当替死鬼。是郡主宋仙的心腹，他们查到周芷若离开光明顶之后去找了宋青书，他们秘密练功一个月，然后就上了峨眉。宋青书一直喜欢周姑娘，说穷途末路，周姑娘就教他武功，求他答应杀了丁明君，他自然答应。周姑娘利用他杀了丁明君之后，又突然下手杀他为师姐报仇，那峨眉派掌门的位置周姑娘就彻底坐稳。其实她在冰火岛便已如此。她装着受伤偷了我的十香软金散，迷倒了我们三个。剑柄花纹互相吻合，就是开启刀剑的钥匙。正反各扭三次，刀剑内的大秘密就会呈现出。出差里有解药，解了毒性之后就设法回到中原联系师父，调查他的一举一动。但他练的是什么武功，在短短一两个月就有如此威力？如果我跟师父没猜错，他练的就是九阴真经里的九阴白骨掌，当年雷超风求速成是以活人练过。怪不得什么？早两天我从他手上隐隐闻到了腐蚀之味，那我义父在哪里？尸王被囚在峨眉，我想去救他，他被关在一个铁门很厚的地窖，头顶就只有一个小洞，那个金发就是他给我，让我带给你看。我错怪你了，对不起。你辜负的女孩太多了。师父，你的嘱托芷若已经做到了，我会用九阴真经的武功光大峨眉。原本我不想遵从你的意思，想嫁给张无忌，顶多一辈子不生儿育女便是。
淑清，是他负我在先，就怪不得我。师父，你就安歇吧，即便你再生，武功也远不如我，做鬼就别再想管着我。张无忌薄幸悔婚，真是愚蠢至极。汝阳王已经把掌管天下武林的大权交付于我，敏敏郡主在去冰火岛之前已是失势之人，张无忌在他身上什么好处都捞不到。我不想知道这些。但是你心里还是放不下张无忌。我恨不得把这个负心人我心挖废，即便我先死在天之灵。不过你还有谢逊在手上，你从冰火岛回来之后都做了一些什么，汝阳王可是一清二楚。本来你是计划利用成亲之后的一段时间，用药把谢逊弄成白痴，然后再假装把他给救回来，那这个谎便圆得天衣无缝。我的事用不着你管，只要有谢逊在手，便不用担心天下英雄跟张无忌不会。只要你愿意跟小僧合作，在峨眉山组织屠师大会，到时候谢逊的天下仇敌便会悉数到场，张无忌跟他的手下一定会赶到，那个时候我便可以一网打尽。得罪天下武林，我有什么好处？有汝阳王封你为国师，掌管中原武林，你还可以报张无忌悔婚之仇。谢逊乃本教护教法王，谁要伤他就是与我明教为敌，望周掌门念在彼此武林一脉高抬贵手，释放师王，明教上下岂敢大德。你们明教是没教主吗？轮到你在这说话。周掌门，张无忌在此，求你放了我一斧，张无忌任凭处置。谁赢了这擂台，谢逊由谁带走。义父，龙心，这个婆娘交给我对付。也不想再瞒你，在冰火岛上的确是我拿了赵敏之香挽金锁。
取走了倚天剑和屠龙刀，遵师父的旨意取得了内府秘密，至此你我了不相欠。芷若，别再错下去，我可以原谅你。现在是我不原谅你了。乘虚而入。是你笨。不用猜了，攻陷少林藏经阁，72绝艺我教了71种给赵武。我告诉他，找不到金刚不坏体神功，其实是我独留一门苦练一年，略有小成而已。成坤，今天就把账好好算一算。哼，攻，我有天下两大神力；守，我有金刚不坏体神功。凭什么跟我算账？不过今天倒给了我斩草除根的机会。今天中原武林，谁也别想走掉。我照顾好芷若。好。张无忌，你还有什么绝招，尽管使出来吧。Thank you.
教主有令，中土明教、张无忌教主听令。此三龙王，乾坤大挪移已经教会宗教，中土明教的镇教之宝圣火令，就应交还于你。张教主，即可大胆施为。领命。管你什么宗教分教，一个都跑不了。放心。 教主，他怎么了？
赤若。无期哥哥。还能原谅我Yeah, mama, see you, boy.
Thank you.